我把水没抽了。下周哎，我也有收乐器，告别。下班，下班。哎，哎，我们明天是不是还是要约时间来做 USB？ 说到这个，说到这个，那个他们。昨天就有寄到我家，昨天的对机壳还有 USB， 然后你们明天恩利可以，明天可以，明天好啊，好啊好、啊，一明天几点？五点赞，好，那就五点专场，那明天见呢？专场是不是应该有一只机器人？欸等一下，我们是 Roba 摄影，但我们连一台机器人都没有，怎么会这样？其实我也只是随便说说。我们这样做几个？100万。这里做完应该差不多了。我明天要卖200个，我们就只做100个没，只有卖几个。我昨天回去想了一下，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做一只真正的机器人出来。我觉得有真的机器人很屌。你觉得机械硕士这个学历，有信心做一只机器人出来吗？我现在硕士班真的太超，我应该做不来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工程师来做了。专业工程师，你觉得专业工程师好找？等一下突然走进来一个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专业工程师，这是我的朋友翔佑。你刚才都在门后。等一下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杰明是这是一个什么玩笑吗？这是我家。现在推出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喽。哦哦，好。